这是 Sony Ericsson 最新的一支智慧型手机 Xperia S8， 它是一个 Android 的手机。从外形来看的话，它本身萤幕是3寸的一个萤幕，那它背后的设计是一个弧背的一个设计。那这样的一个弧背的设计，我们叫做人体工学的一个弧背设计的 human curvature， 就我们希望整个手机在握感上能够更贴近你的手，所以让你更好握更好拿。那就软体的部分，其实这支 S8 有很多的特色哦。第一个，各位可以看得到，它上面有四个角落都是快捷键，消费者拿到手机的时候，它能够一手就能够触碰到它最常用的四个功能。那当然这四个功能你也可以去做更换，当你进入浏览器的时候，有很多很多的软体都可以消费者去做一个下载。当你进入通讯录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发现你有很多的朋友，上面一样会有这个全能智慧收这样的一个按键，你可以去做设定，然后将这个朋友所有，不管是脸书也好，讯息也好，未接来电也好，通通都会可以做一个呈现。那这个全能智慧收也是这支手机一个特色，也是我们 Sony Ericsson 自己所独创的一个东西。我们更强调是整个影音还有网络的部分的一个功能一个呈现，希望消费者拿到这支手机的时候呢，他不管到哪边，想听歌就听歌，想拍照就拍照，想上网就上网。那这是这支 Xperia 系列，Xperia S8 最大的一个特色。